我真的感觉会被选举。060的兄弟们，我们直接再挑战一波，干之猎狗，呀西，有抖妹子，我要抖妹子跳出来，今天才是真正的猎狗。想看一战锤？当然没有问题，熊麦。我想这把是真的刚好有机会，一战锤是没什么问题的，熊麦。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自己多高。哎呦，没有，家里没有那个可以量的，家里都不知道要怎么量身高。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多高。哇，这什么鬼啦？哎，为什么都可以这样打进来？哎呦，又要来。我感觉我会被检举，我真的感觉会被检举，我真的觉得我会被检举。看前人，他都很久没玩，你知道？我记得。哇，真的清不了兵哎！060的兄弟们，你们当年的一个打五个的时候，现在如今变成060，真的。哇，完蛋了，我要被检举了，兄弟们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我真的被检举了，被检举记录，好笑，给我他妈扣6分。哎呦，迪拉克又攀音，我看一下哦。不管了，我们再挑战一次，我们直接再挑战一波，直接再一次，干之猎狗。咖喱亚妈昨天060，我们直接再挑战一波干之猎狗，直接用最经典造型，好不好？好笑吗？什么080，好笑吗？会不会这把是最后闪电魔赛？哈哈。要我最后一场巅峰赛，没那么无情吧？他们感觉有可能会来入我眼。世界不是非黑即白。哎呦，哇，你什么鬼啊？兄弟，你什么鬼？哎，这死了吧？这死了吧，老哥！我操！现在躲200耶！真的现在躲200，我操，老哥，到底是什么鬼？哎，诱惑他，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。猎狗已经发育成功了，已经成功收到200元了。当然肯定是不会被检举啦，兄弟。我们只是那天没有人帮忙守野区，今天是有人帮忙守野区，就情况不同了。我们绝不在060，好不好？绝不在060，这把直接600，直接强行 carry 挂回来就有。哎呦，哎，这塔拉斯有没有？直接什么600 damage， 来，师兄弟再来，哇，爆开，真的爆开，哇，哭啊！这波我们配合不好，对，老实说，这波我觉得对手要爆的。哎，你能说吗？还能输出吗？兄弟还能输出吗？哇，红也没了，好亏，跟我想象中剧本不太一样，但是没关系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一个人的50，一个人的太。哎呦，上路可以来哦。这塔拉好过分哦，不是啊，这塔拉在冲阿小，这塔拉到底是在冲阿小？你到底是什么鬼？你看，无情爆桶，真的是无情爆桶，排回来啊！放回来，排 ，nice 普攻，漂亮兄弟，漂亮 ，OK， 可以，这一把有那个有抖妹猪，有这把有抖妹猪兄弟们，那个塔拉叫抖妹猪，那一只抖妹我很顺眼，我三颗头都是他的，很爽。我要抖妹猪跳出来，不要让我兴奋，拜托，不要让我兴奋，谢谢。还好有视野，感觉加入美了，你感觉你人美了，但我真的停不了，真的停不了。哎呦，可以吗？抖妹出来，再来，拍到掉，下课谢谢，开桶兄弟，下课谢谢，来哦，兄弟是你吗？下课谢谢，拍到掉，可惜 ，OK， 这勇很勇敢哦。昨天的我不太一样，好不好？昨天怎么肯定60靠呗？那这只角色我玩这么久，怎么肯定60？真的，真的怎么肯定60？那场太奇葩了，真的，那场运不对。OK， 有机会哦，我是可以看你的。来了，兄弟，靠杯哦！目标一次啊，兄弟！我操，到底要谁？到底要不是啦，目标，哎呦！下课谢谢 ，nice， 懂内珠，nice 兄弟，
OK OK， 真的目标一致，兄弟，真的目标一致。他怎么会想先灌那一只嘞？我看是要买破阵还是要买天虫？应该还是破阵好了，这把还是破阵好了。哎、欸，能起舞吗？你们觉得？哎，下课谢谢。哎呦，很有想法。哎呦，很有想法。哎呦，哎呦，呀，十八，呀 ，nice。刚这波输出就是有喊，你们知道吗？有喊就会赢，好不好？平常没有在喊，对，所以输了。零六零，我今天直接六一三，好笑吗，兄弟？所以，等我回来啊、哦，两秒后有到、哦，兄弟。嗨，下课谢谢，下课谢谢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，兄弟们 ？All the damage， 好不好？溢出了，真的是溢出了，收野，收野，收野。当然肯定六七不认人伤害啊，我现在从后面来基本上直接处理好不好，那个勇只要二一下去直接下课谢谢。六百王者就有点太凶了，六百王者你看我们吃的速度多么的快，兄弟们再死一只信不信，下课谢谢。哎呦怎么没死，靠腰怎么没死，他一技能减伤了，不然直接开秒。 OK 等等帮忙捡取塔拉，毕竟他等等帮他标注抖内珠对吗，小明用造型，因为我们要呈现经典之战。对，哎，开音包在哪里？开音包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，上路要飞走了吗，兄弟 ？I can fly 了吗 ？I can fly 了吗？哎呦，下课谢谢。穿个助攻，穿个助攻，五秒弹，五秒弹。哎，安格列布在哪？还可以吗？还能起舞吗，兄弟？完了，下课谢谢。哎，全部都蹭到助攻，但没死人。哇哇哇哇，全场哎，好飞，都差那么一点点。看谁把杆了、啊，没有把杆的。我操！我操！哎呀，怎么没死？哎，我怎么死亡组都没爆发？我想说他怎么这么凶？还我明明就在他面前，然后没大局还敢给我捅出来。干这波超尴尬。稳一波，复活甲还是要王者之剑，复活甲好了，不然变技了。哎，有戏吗？兄弟有戏吗？下课谢谢，制裁撑一下 ，nice， 再来再来再来，还能起舞还能起舞，开头，再拉再拉再拉，哇，可惜没有刷新了，没有人帮我刷新了。下课谢谢，点，再拉打，还有人吗？啊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太远了，距离不够。撤。这波中路没压进去，我就觉得有点偏伤了。如果这次的话，看这波能不能压进去。OK， 中路哦，等一下哦，我先龙丢中，需要先分带一波哎，我觉得。我先控个线，控个线，等下路送进去。可以的话再慢一点，因为要等后面那只主要。OK， 就这样就这样，可以可以，这样就有机会双线。然后这时候要先点人，但我不知道人在哪里，他们有出眼睛吗？有哎、欸，哎呦，又有抖内珠哦，又有抖内珠哦，双龙双龙，赶紧进，他不可能他不可能他不可能，下马威而已下马威而已，中路哦中路哦 ，AD 过去 AD 过去，中路没带 ，OK， 在旁边看一下。继续看，我们等的是一波进场，兄弟们，等的是一波进场。哎呦，哇，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出来啊，老哥？下课谢谢。骗他了吗？骗他了吗？兄弟们，骗他了吗 ？OK， 我没了，我没了，我没了，我没了。哇，兄弟，你也是抖内珠一环吗？两秒，两秒。兄弟，哇，大满贯，大满贯，大满贯。兄弟，他没被动，他没被动。来，拉一下，不急，不急，不急，真的不急，真的不急。中下可以一起，中下可以一起，我们三线全好的。他没大，他没大，他一定没大。切死吗？切死吗？下课，下课。没事，我获奖，来杀我就好。我连刀，结束，漂亮，兄弟。十一五，跟昨天的零六零，好不好？天壤之别，兄弟们，真的是天壤之别。今天才是真正的猎狗，兄弟们。昨天那个突然怪怪的，所以必须再选一把，足以证明一下。啊，昨天怎么可能零六零啊？怎么那么奇怪？对手直接。
开局直接一直抖内我，我帮他们检举好不好？故意送人头，相机态度 ，OK， 来抖内猪 ，OK， 对，所以啊，帮他们检举 ，OK 吧？仁至义尽，真的是仁至义尽啊！昨天那个野区没人帮我防守啊，对啊，我开局野区就被入侵，所以我觉得可能逆风也是很正常，毕竟那把开局野区就被入了，难受是很正常的，真的。